米后向右前方行驶，斜滑保持直行，所有车道均可通行。前方红绿灯路口直行，建议走最右侧车道。向右前方进入右转专用道，随后右转。1公里后到达目的地，前方红绿灯请直行。前方路段限速60，请走中间两车道，前方红绿灯路口直行。250米处，有故礼让行人拍照。您有正在前方500米内，有多个不系安全带拍照。